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台海今日的分治现状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要真正看清楚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就有必要知道它的历史。1945年10月24日，蒋介石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由上海飞到台北，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同盟国接受台湾日本总督兼司令安藤利吉投降。根据美中英苏四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与日本签署的日本航书，日本将在清朝时候割让的台湾和澎湖归还给中国。当时中国的主权代表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在1945年日本将台湾交还给中华民国的政府的时候，其实台湾的问题已经变成从国际的问题变成一种中国事务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愿望，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飞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政治民主等的12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眼见中国的和平露出曙光，国共两军就在接管和抢占日本占领区的时候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出面调解，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且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火。但是国共两党因为政见不同以及利益纷争，早已经积怨好深。1927年，国共由合作变成分裂，由血腥屠杀到武装起义，打了整整10年的内战。直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其实无论是蒋介石抑或毛泽东，都清楚知道彼此都没有放弃过消灭对方的决心，都是利用和谈和停战调处争取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抢占战略地盘，扩充军事实力，准备生死决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中共军队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集结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全面内战就是这样开始。国民党军依靠美式装备的优势兵力，向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最初中共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一边打一边撤到山区保存实力。华北重镇、张家口等的100多座城市和延安根据地先后被国军占领。毛泽东采取运动战术，利用国军分散多路进攻的机遇，集中2至6倍的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经过8个月的作战，歼灭和击溃国军32个作战旅，大约71万人。从1947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共转入战略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将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军的三大主力从西北、华东、华北挺进中原，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大片地区和国民党军队形成战略对峙。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战略决战，第一个战场选在全国唯一解放军兵力超过国民党军队的东北。解放军南下攻陷锦州，关闭了国军由陆上撤回关内的大门，然后就北上攻占长春，再南下营口，切断国军由海上撤退的通道，最后围攻沈阳。辽沈战役历时52日，
解放军以伤亡69000人的代价，击败了472000人的国民党大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国共的兵力对比发生了逆转，解放军的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队。东北战场的硝烟仲未散尽，中共又打响平津战役。解放军首先是炸地攻击张家口，歼灭了由北平开来支援的国军精锐机动部队，堵住了北平守军西南出路。解放军再突然间攻占密云县，威胁北平。等天津部分守军增援北平之后，就发起对天津总攻，截断了国军的海上退路。镇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投降起义，历史名城古都北平终于幸免战火浩劫。解放军又以伤亡39000人的代价，击败了521000人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北平、天津和华北的大片地区。和平津战役同时进行的，是在中原江淮地区展开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垂蚌会战。国共140万大军短兵相接，厮杀了55个昼夜。国军主力黄伯韬、王维、杜律明等5个兵团先后被包围歼灭。这一役，国军又节选了55万5千人，解放军伤亡就134000人。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决战，国民党的兵力急速缩减，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经广州再次搬去重庆。11月4日，蒋介石由台北飞返去重庆作最后一搏。蒋经国在日记当中这样描述，这个地方已经充满了恐慌、惊暴和死寂的空气。不到一个月，解放军包围了重庆山城，在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中，蒋介石不得不撤离。他刚刚起飞，机场就变成一片火海，差点做了共军的俘虏。他飞到成都之后，决定暂时将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不甘心失去大陆江山的蒋介石还没有即时飞去台湾，在最后时刻，他仍然筹谋迁到西康雅安和云南昆明的部署。他任命行政院长张群做西南绥政公署主任，派去昆明统领驻云南的军队。但没想到张群一落飞机就被准备投诚的部队扣押，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希望都破灭了。这个时候，中共将领贺龙已经率领18兵团去到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的地方。那时候派了去的军队也在前面就跟他去通话嘛，忽然间那不是通信断绝，通信断绝是立着我们自由这个吉利路了嘛，那电话很可怕，但名字他要给截断了嘛，任何时间那个共军的先头部队就可以逼近机场嘛，所以有这一二十分钟很安静，一点声息都没有，所以对他讲说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情况一点掌握不住，没有通信了嘛，啊，他们那个时候呢，阿东诺他不愿意打扰他。那么就是推我上去，我就进去，我就给老陈讲，我说现在前面没有消息了，我说现在我说情况没有，掌握完全情况没有了，我说我们走吧，说好吧好吧，啊，就出来这擦把脸，就这么回就走了。就在蒋介石准备离开的时候，已经同前线失去了通讯联络的指挥室突然间收到一封电报。咁究竟呢一封啊系乜嘢内容嘅电报呢？请继续留意收睇下一节。审讯案件 ，X 公判勒索案，今日法庭，听晚9点半公开裁决。脾胃出事，方草消化系列夹晒你，新会陈皮，迅速健脾化湿，阳春晒人，开胃凌晨。
鳳鱼骨、紫蛇化骨器，帮你打赢呢场保卫战，十分有效。人生特约《芳草寻缘》，星期六晚7:30 ，ATV 本港台。预防禽流感，要避免近距离接触活家禽，注意均衡饮食和经常运动，尽量避免烟酒，还有作息要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睇医生啦。16AV 旅游狂热现身，第一潮圣之男加藤英分享13年英酒秘技 ATV。吴敏伦高调交流星文化 ，AV 事务所星期一晚起11:30 ，ATV 本港台。洗完头嗰种滋润好难 keep 得耐噶，升级版平天补充 Pro V 维他命，更配合全日锁湿配方，24小时锁紧水分。而家日夜都 keep 住咁滋润，平天全球 No.1 护发素，最新美白科技从根源赶走色斑暗哑。崭新推出 Olay Definity 焦点美白精华，瞬间形成泡沫，里面的透白超微粒子可深入10层肌肤，帮助淡化色斑根源，赶走暗哑，让肌肤前所未有的光感透白。想白里透光，我揀 Olay Definity 焦点美白系列。Mercedes-Benz 香港打比大赛仲有18仔沙田马场举行啦，你哋都嚟参加呢项既系体坛亦系马坛嘅盛事啦！大师，究竟呢啲系咪宿命嚟噶？点解每次有感冒嘅时候都会都会咳嘅？特强幸福双峰咳素，帮你收干鼻水，鼻水唔再倒流，仲点会咳呢？赠多你一句咧，仲预防咳添。1949年12月10日，已经同前线失去通讯联络的蒋介石意外地收到第一封电报，竟然是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的将领扣留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激到出不到声，叫蒋经国带着一执黄土，下午2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上飞机飞离大陆。他坐的飞机的一言不语，就坐飞机的时候就起飞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在飞机上他就休息啊，就拿本书来看书，他跟他走的人也没什么好谈的嘛。啊，你好，很孤单。蒋介石初初嚟台湾嗰阵时咧，就系住喺草山行馆呢一度嘅。咁当时咧，佢心里边就谂啊，撤离大陆咧系一次战略转移，台湾只不过系一个短暂居地。他就向国民党提出了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的口号。与此同时，已经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毛泽东就发出了解放台湾的命令。从此中国内战的战场就转移到了台海两岸继续较量。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和装备的解放军和有海空军支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逐岛激战，解放军先后攻占了面积仅次于台湾的海南岛、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和长江口外的舟山群岛，同时在福建集中兵力加紧渡海攻台的准备。但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渡海攻台的难度大大增加，加上中共决定出兵朝鲜，军事重心北移，而东南沿海作战就暂缓进行。韩战期间，国军多次尝试突击收复东南沿海部分的重要岛屿，但是都不成功。韩战结束之后，解放军又对浙江省一江山岛发动进攻，扫除了国民党仍然占据的大陈岛的最后屏障。国民党没办法不启动撤离大陈岛的金刚计划，在美军中途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舰队的掩护之下，蒋经国带着大陈岛上面38000军民离开了这个距离故乡奉化最近的岛屿，到达台湾。
由呢个时候开始，国共的管治范围再无变动。蒋介石虽然退守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东南沙部分岛屿，但系就从未放弃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信念和计划行动。25年之间，不断咁派出飞机、军舰、武装船只和间谍特务，对大陆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为了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颠覆，国民党实施全球最长久的堪乱戒严，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共党嫌疑分子，而大陆就开展一次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分子。韩战结束之后，美国为了围堵共产势力，阻止中共集中力量攻打台湾，美国和台湾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而确保了台湾生存和安全，但是亦都限制了台湾对大陆采取的军事行动。此后，不论是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大业，还是毛泽东的解放台湾宏愿，都难以实现。台海两岸的对视由军事斗争为主，逐渐转到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的较量。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此后，美日等的国家亦都为大势所迫，放弃台湾，陆续和中国大陆建交。这里就是蒋介石晚年居住的士林官邸了。而在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就带着他终身未了的反攻大业离开人世。接掌政权的蒋经国就意识到，面对海峡对岸的威胁，台湾只有发展经济、开放民主政治，才能够在国际社会生存发展。蒋经国亲自主导台湾的十大建设，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加工、出口贸易和电子工业，最后又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促使社会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台湾的成功使蒋经国有了新的思维，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之后接任总统，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中华民国清晰定位。他成立国统会，并且通过国统纲领修改宪法，首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合法管治，同时界定中华民国目前的管治主权只是去到台澎金马。共产党是占据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但他始终没有取得台湾的拥有权。所以从1949年到今时今日为止，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中华民国这两个政权仍然是持续处于一种所谓分庭抗礼一个对抗的局面。李登辉表面上接受中国内战现实结局，为中华民国定了位，但是实质上为他日后提出的两国论埋下了深远的伏笔。在两岸关系再度紧张的时候，统治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国民党首次败选，交出政权，以本土意识为代表的民进党反对两岸一中的主张，要求台湾主权独立。在陈水扁、吕秀莲向中华民国宣誓效忠之前，他们就对引致台海现状的中国内战作出了新的诠释。吕秀莲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在55年前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产生的，随着国民党下台，国共恩怨亦都告一段落，不应该再有一个中国的争论。民进党将代表新的台湾民意，重启两岸和平亲善的历史。因为政府的轮替绝对不可以改变国家那个主权的属性，即是在美国的共和党上台或者民主党落台，它不会改变美国的主权属性一样。即是台湾的2000年的政党轮替呢，只是代表了哪个政府去管理台湾这个政权，它不会改变中华民国的主权现状的。陈水扁、吕秀莲连任之后，干脆废除国统纲领，终止国统会的运作，全面去中国化。
中国内战由台海两岸争夺一个中国主权，演变为分离和反分离的抗争。即系两岸关系到今时今日，其实都仍然是一种内战的延长咧。在法理上是完全可以得到确立的，即除非有一天两岸的代表能够坐低，然后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那这种内战的延长才会得到终极法理上的结束的。2005年4月29日，中国内战60年之后，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连战和胡锦涛终于在北京握手言和，举行历史性会谈，并且就终止内战敌对状态，促成两岸达成和平协定，取得了共识。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台湾的政权，中国内战是否已经结束？民族分离相残的悲剧会不会延续下去？中国人到底能不能够摆脱内战的历史宿命呢？在这个和福建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岛，它见证了中国内战的风云变幻，同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请留意收看下一集《金门大战》。